我先走了啊，老头今天有课，我会上课去吧，你一会儿干嘛去？无业游民一个，今天见网友。哎，这是谁啊？站长，你不是说你一米六吗？站长可真能骗人啊！可是说好的190呢？那是未来体重，不知道你生容易胖吗？来，先干一个，欢迎木子。我哥就是不想暴露他对你的狼子野心。咔嚓，别忘了你刚给人家开除，活该！老子不靠爸妈照样能活。一。 蒸馏岁月，君王一点没戏份儿，也没人管。你在这没戏，我还收拾你们。多好。相公，奴家好胆战心惊呢。你是魔人的小妖精啊？干嘛呢？不用锁门。你去找保姆吗？下班特别好吃的那种。凭我的经验，你这是假口啊！给你3分钟机会坦白。不是给你警报，你到底是真装傻还是假装傻呀？没空陪你们两个小孩瞎闹。 那你多吃点素菜，我吃点肉的。我最近补课补的比较多去。5斗米折腰，这话没骗人。公司业绩很差，择偶职业吧，一个中专职高，一个研究生。你真的想跟他走下去啊？张仁矿，当年你做那聊天室，可是全国十大。今儿是我寒冬最落魄的一天，老子总有一天飞黄腾达。 我有信心可以杀出一条血路。那咱们兄弟俩一起肩并肩往前冲，鸡汤。你应该去写书。在10年里，我见证了一个新产业的崛起，也见证了我自己一路走过来的坚持。我怎么可能被他放弃全世界？他就是我的全世界。鸡皮疙瘩掉一地。为了你，我愿意热爱整个世界。 聊天可以，聊点别的。那聊什么？什么不能聊啊？深奥、上海 APEC 会议 ，WTO， 国富民强，咱还得继续努力。如果喜欢，给我们巨大宝赞或分享。